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算这一题。你看哦，这每一项都有什么？都有负的246了。哦，有负的246哈，我把负的246抽出来。抽出来以后哈，这里有个负87，而且是减掉59，那负的26嘛，这负负得正，加上46，那这样应该多少？这个哈，这两个合并的话是等于负13了，所以负87加上负13，10100，所以是负100，所以是负246，那乘以多少？负100，所以是等于负得正246，后面两个零，所以答案是24600。